机非常大的，然后就有很多场戏，可能我只是就是轻轻这样推一下，可是我们就从这里飞到那边，所以他们都要吊钢线拍，最辛苦的都是他们。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动作，他们就要吊钢线，比较没有，外星人嘛。但是演技没有，最重演技不好的都是演外星人。他不是，他们是这样的，眼神，你看他们眼神就知道，不用动作靠眼神就知道有外星人的感觉啊。然后那种辛苦的活就交给你们去办，辛苦的那种小丑我们来。哎，包括他推你，然后你飞到另外一边挂在那个树上，那个也是让你去做。那个不是我，那个是五子。我掉在。这是第五集，接下来过不久我就要谈恋爱了。哇。所以如果你们想，所以如果你跟他谈恋爱成功哈，怀孕的会是他还是你？对，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好问题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Paige 跟 Aloysius 在一起是 Paige。老师怀孕嘛，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个。对，可是问题是我们两个人呢，都是属于不能怀孕的身体构造，所以在地球到底要怎么有孩子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继续看下去。哎，你说这个戏也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当然会。对，然后现在第五集，然后过下来接下来过不久，可能过多几集，我们就要开始有一些感情的纠纷了。所以也就是外星。开始要改变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一点。所以拍这个戏有拍到就是你们两个人很亲密的戏吗？到好，就会有孩子的床戏啊，有床戏，儿子床戏，我们还去抓奸呢。哇，这么刺激啊！刺激的哇，外星人跟人类有床戏，怎么样有床戏呢？我先跟大家说第八集，所以第八集一定要看。哇，第八集就是。三啊，没错，所以大家要继续看下去。刚刚那个星期一要看，星期三更要看。那主要大家要再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接下来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期待的？它是感情的部分，那你自己呢？